超薄玻璃片，不同厚度的展示。我们拿出一片厚度0.4毫米的玻璃，用适当的力晃动它，外形基本没有变化。这一块74×54×0.3的玻璃，用同样大小的力，就感觉到能够稍微有所晃动。这一块100×100×0.2厚度的玻璃，这个就可以稍微的弯曲。这是一块厚度是0.18的玻璃，这个就很容易的就可以弯曲了。这是一块0.15厚度的玻璃，这个弯曲程度就可以更大一些。这是一块厚度0.1的玻璃，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这样，就薄如纸张，可以随意拨动。已经碎掉了，就因为用力过大。这是一块0.05的玻璃，这个就稍微一动它就可以晃动，但是我不敢使太大的力气。超薄光学玻璃厚度0.03到5毫米，欢迎选购。